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八月九号嘅啤李漫步。嗱，咁啊，各位网友。今日咧就個題材真係非常之多，咁我哋盡快講啦。咁亦都會有嘉賓咧上嚟幫手賣廣告嘅，賣廣告啫。咁但喺嘉賓上嚟之前，我哋做節目之前咧，咁而家咧其實我哋個廚房啊準備緊一啲嘢食嘅。嗱，咁我咧就今日咧就翻咗啲鮑魚啦，即係我哋講嗰個咧南非粉紅鮑，即係蒸酒煮嗰、那個。咁我就認為咧就竟然俾我哋個老友即係做嗰只好食得太多啦。咁啊，本來應該要俾一隻啊正食嘅，但係我哋已經賣曬啦，順積。好。咁、okay? 但係唔緊要嘅，因為我哋咧已經係研究咗啦，原來係可以雪硬嘅。咁以後我就變可以常備啊呢啲貨。哦，雪硬就方便好多。係啦，雪硬方便好多，因為如果唔雪硬咧，就淨係可以擺七日嘅啫。好嘅，咁但係如果雪硬咧，其實咧即係當然我哋有食用期啦，即係可能半年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雪硬咧，喂屌你擺十年都得啦，即係十年就冇咁誇張嘅嚇。即係就算買嘢嘅人咧，可以雪硬都係啦，都即係感覺係感覺好啲嘅，好多啦。因為你有時未必即刻翻屋企噶嘛。嗯、好嘅，好啦，咁由先咧有一隻咧，咁嗰時我哋仲未計到條數啦。咁我仔啱啱翻到香港啦，咁佢喺我唔知情底下咧就食嗰只。竟然係食到哇哇聲啊！真係啊，十五喎！你話佢真係，因為咧實在係好正嘅。嗱，但我提醒大家，即係已經有啲買咗嘅網友咧，你哋咧嗱，我哋個包裝係咁樣嘅。嗱，一隻鮑魚啦，好大隻嘅，你睇下，其實好大隻嘅，好大隻嘅。即係大家唔好以為砌得呢嚿啫，係呢嚿中間嘅啫，中間嘅啫，好大嚿。係上大過我哋上次做嚿啊。咁後面變咗埋個殼嘅，嗱有埋個粉紅殼嘅，成條撚咁長咯。嗱，好靚啊個殼，嗱。咁今日咧，嗰、那個南非鮑魚商南非嗰邊咧，嗰、那個黑人咧就同我哋講，同埋日本仔就話佢哋個殼咧，因為就專登係打磨咗嘅。嗯。OK， 就好叫我哋唔好掉，因為佢哋個傳統咧，嗱，其實呢個南非粉紅鮑係點樣咧？其實就係我上次講過啦，日本人咧係一定係用呢一隻愛嚟做乾鮑嘅，即、可能係吉品啊、鍋馬啊，都係一定要用粉紅鮑，起碼。即係用呢一隻級數嘅鮑魚，再要揀 ，OK？ 塊殼都拼過，唔係喎，係咪好靚喎？殼真係靚嘅喎，佢打磨過。佢話點解咧？原來你有個相傳咧，係越做得多呢個殼喺屋企咧，嗱可以做裝飾啦，點樣咧就好啊？點講啊？好 work， 好 help， 即係好富足啊，好運嘅會，好 lucky 嘅，係好有錢嘅。OK， 好啦，有錢添，係啊，所以咧佢話叫我哋唔好掉，咁我心諗我三兩個就可以儲咗，咁嚟成屋都係㗎，咁你買翻去嘅朋友咧，又即係見人哋有咁嘅習俗，又咁好心機，其實應該掉咗佢嘅，咁同你整埋個殼喺度，其實係包袋中袋嘅呢個包裝 ，OK， 咁啊大家去留意佢啦，好啦，咁啊跟住我哋當然啦，喂冇鮑魚食都要有啲其他嘢食㗎，突然間嗰個歡樂小姐咧又行開，歡樂先生又行開咗，嗱一副鮑魚咧。就一份內臟、OK， 咁我哋今次咧，其實我係嚟咗，我訂就訂咗，即係一個數量啦。咁但係我就俾訂嗰個數量咧，即係添多十零隻嘅。咁但係我其實我知呢啲嘢㗎啦，你啲友又唔願訂，一上到嚟見到就買㗎啦會。OK， 咁啊於是乎咧，我大約係70隻鮑魚，即係有84份內臟。咁啊，我哋咧就唔好嘥料啦。於是乎咧出咗一個叫做鮑魚內臟，咁大家放心，唔污糟唔邋遢，因為我啲係南非鮑魚嚟嘅。咁呢個鮑魚內臟咧，好唔好食就一陣而家阿正試 ，OK？ 咁啊，亦都好平嘅啫。咁就通常一份咧鮑魚內臟咧，就係兩隻鮑魚嘅內臟為之一份啊。呢個係鵝腎，呢個就係鮑魚內臟 ，OK？ 兩隻就一份。係啦，咁啊但係今日佢淨係俾咗三份我有冇搞錯？你又話有170幾隻鮑魚，有30幾份噶嘛？佢話你琴晚嗰班倉啊，嗰班同事啊，同埋啲司機食曬。咁我哋琴日講過嘅，有冇講過話佢又話壯陽又整啊嘛？係啊，佢哋話咧，琴晚食完就即刻嚟料。嗱，我就唔信嘅，我係覺得誇張嘅。咁啊，而家咧，因為頭先食，我已經連食幾日啦。嗱，呢啲嗱呢個係鳳蹄根，呢一個咧係鵝腎，呢啲咧下禮拜有噶啦。即係其實而家我乜都冇嘅。咁通常我啲格式咧，我冇嘅嘢我就唔會賣廣告，因為你聽日就會問我啦，或者我而家講到明冇，聽一陣都會有人 WhatsApp 嚟嘅，實係咁嘅。OK， 但係我係忍唔住。開心 share， 因為我估唔到，就嗱呢啲係打正我哋馬記嘅，咁其實我都可以咧唔用馬記嘅，用林記都得嘅，將阿正個樣笠落去直情咧，因為我而家設計緊啊，成組產品，因為係香港製造，好有水準。嗯。嗱呢個鵝腎得唔得？啊，係咪有水準啊？
係啊，嗱，佢啲菜脯好食啊，菜脯嚟啊，而且呢啲全部係幾廿蚊嘢嚟嘅啫，係啊，我真係有一次檸檬菜脯，嗱，送足一流，呢個咧就係、是鳳蹄筋，只雞嘅蹄筋好少啊，嗯，呢邊度甜得厚啫啲嘢，嗯。當然啦，我要食少少鮑魚內臟啦。嗱，有啲人話覺得好核突嘅，咁其實咧，我哋清酒整咗，我覺得好好食。但係咧，原來你可以食成咧，而我哋都係長金啊，大長金嗰啲皇帝一病咁樣，咪食鮑魚內臟粥咯。嗯，嗯，個酒味都好勁喎，好食。老實講啊，窮則變，變則通，係嘛？係咪？其實我做啲嘢多餘，但我冇嚟訂屋企部雪櫃啊。咁我既然有雪櫃，我就要做啲嘢，即係自己賣到嘅。OK， 咁難得，嗱，全部100%香港製造。點解我唔做蛋咧？唔做螺咧？嚇！阿正做開呢啲，佢就知啊。可能一時之間未逼佢太耐啦 ，quit 咗。原來做蛋咧就仲貴過做呢啲，因為要人剝蛋。嗯，所以你有冇留意啊？茶葉蛋咧係連埋個殼嘅，連埋個殼嘅，嚇、啊！原來揾人剝蛋仲貴過隻蛋，先陰功。好啦，咁我話整東風螺啊，佢話東風螺唔係唔得，但係又係一樣咯。咁我話，咁我一諗啊，唔怪得嗰陣時東佢哋俾我嗰啲板咧、啊，都係連埋殼嘅。係、啊、咯，因為如果你要同佢做完，同你吉個肉出嚟，其實個人工貴啊。嗯，你吉得幾多粒啫？嚇、啊，咁樣一樽一個可能一樽一個鐘頭吉得兩樽。即係兩樽咁樣，哇！大人工咁，你人工都成80-90蚊、70-80蚊，咁你就好貴啦。啊，係個咁嘅道理咯，好食啊 ！OK， 喂 ，operator， 唔好客氣。多謝多謝。即刻咧，有冇鮑魚內臟啊？有啊 ，OK， 唔該我再嚟。好撚正啊！啊，記住攞咗鮑魚嘅朋友咧，記得留翻個殼。好啦，我哋去講新聞先。阿正，你繼續食。第一咧就係鄧炳強譴責批評江慧民嘅人咧係小人同腦殘。嗱，我都批評過。啊！我都有批評過批評江文蔚嘅人喎。喂，即係我覺得咧，你哋就唔需要咧，一定要令到即係有啲支持江文蔚嘅人或者香港人嘅開心咧，一定好睇唔過眼，角度有啲唔同。我但係我今日我想講係咩咧？其實咧，佢話批評江文蔚嘅人係小人同腦殘啊！佢嗰啲論述咧。我就唔講啦，不離離不開都係講阿江文蔚啊，喂佢人哋啊，喂你咩奪金牌啊，喂你咁嚟嗰一篇論文咧搞佢啊，愛國愛港，屌你點解唔係天公地獄道啊，好孝順父母咁樣，點解要值得批評啊？即係佢係即係嚟嚟去去呢啲嘢。即係愛國愛港就免死金牌。係啦，啲嘢交都唔可以屌嘅。嗱，我同大家講，先唔講佢交唔交話乜嘢，嗱，因為我真係同大家唔同啊，我認為江文蔚冇乜好屌啊，到而家，因為佢冇做壞事啊嘛，佢閪啊嘛 ，OK。但係咧，嗱，真係身份唔同咧，就真係好大不了。其實你而家呢一個，我琴日講過，鄧炳強，因為琴日已經出咗咁樣一單新聞。嗯、其實呢個對江文蔚嚟講咧，亦都係死亡之吻。咁係啦。OK， 喂，講真，問心嗰句 ，OK， 每一個人喺呢個社會，雖然我哋中意唔中意都好，其實就真係自由講嘅喎。喂，屌你老母，屌鳩佢！嗱，跟住我啤你，喂，我認為你哋屌得戇鳩，我咪屌鳩翻你咯。冇乜所謂，我先唔好講你係咪權先，你因為你係高官，但係呢個就係而家呢個世界，我同阿鄧炳強，如果你話人哋係腦殘，我覺得你做我呢個位，你就真係腦殘，你就真係小人啦。人哋有冇犯法啊？當然係啦，嗱呢個世界上都係咁嘅，嗱我咁講，我唔好下下用，我有冇犯法咧？呢個世界上有啲道德嘅 ，OK， 好啦，喂，但係點解我話你鄧炳強係小人同埋係腦殘咧？因為你成日我唔知道你係唔識做官啦，定係你明知道你係中意咁樣。其實而家啲人，譬如對江文蔚或者對一啲建親建制嘅人，會有咁多意見，好大部分或者甚至乎係絕大部分嘅原因，其實就並唔係因為覺得嗰件事有冇乜嘢唔妥，而係因為個政府執埋咗一邊，個政府執埋一邊，好似而家英國咁嗱，唔好理啲人有係咪誇張，有冇咗，其實好大原因，當你成日睇。你睇多兩篇，或者你過過英國，或者喺正嗰邊生活過，你諗到嘅，喂啲嘢唔係一剎那就出嚟嘅，人有理性啊嘛，個社會度生活，啲嘢係會令到喂
即係你話冇，我哋真係覺，但係人民覺得有，呢個係你最值得去檢討嘅地方。OK， 嗱，老實講，我認為政府高官根本就唔需要就呢一件事，尤其是保安局局長喎。如果佢醒啊，嗯，哇，鄧即係鄧炳強啊，我坐得食花生啦、啊。唔係啊，唔需要就任何一件事出嚟講嘢㗎。睇下你哋啲黃人，因為唔係啊，佢等佢咬佢咯，護片啊嘛。係啦，其實你咁樣反而真嚟講嘢。係啊。反而就令到本身龍護片嗰啲咧，就集中屌屌翻你。而家我咪係咯，我咪屌鳩佢咯，即係戇鳩。唔係啊，根本你唔係，但係講事實都係啊嘛。其實即係我嚟講講道理，而家話想香港好啊嘛。今年你唔屌殺咗，當年追擊個羽毛球手，當然係啦。嗱呢、這個就你講，嗱呢、這個就係你講得出嗰個道理來啦。就係、是、因為你個政府執埋一邊啊嘛，即係等於啲人話嗰啲咩咩陳永恩話人啲小人啦、啊。嗱嗰啲你唔屌，係咪先？嗰啲你應該要屌埋一份噶嘛。你一係就全部唔好屌。英國佬咧係唔會出呢啲聲嘅，就算出啲聲，唔需要呢咁嘅層次。就算係呢啲層次要出呢啲聲咧，佢都話話其實啊，而家咁樣，我當然我哋尊重表達自由，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將啲政治牽入體育咁樣諗就㗎啦。冇咁多嘢嘅，你諗下，我哋用最切身處地嘅，我自己真身感覺，我哋從來香港人，大家問心嗰句，同大陸人點會冇感情？或者當然我哋會覺得有啲恥笑佢啊，有啲嘢。有些是恥笑他啊，哎呀好老土啊，但是那些恥笑譬如我們看回高志森，就講回高志森，他拍合家歡啊，他恥即是合家歡你有看啦，許冠文下來的嘛，有恥笑他很老土啊，又去廁所裡啊，就是做什麼，但是整個故事那個通呢，其實就不是的，最後是合家歡，即是好像我們以前中日南北和，就是那些粵語片一樣啊，即是大家應該要放低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接受，又用一些不同的角度 去令到香港人於是乎呢，啊，明明我在港英時代，其實我們跟撈鬆都真的沒什麼兩句的，為什麼都還可以和而不同呢？喂，為什麼你支持國民黨的？喂，為什麼你支持共產黨的？鬧完之後，哎，不要吵了，買炒了，又喝酒，又拍個膊頭，都可以呢？因為為什麼？那個政府不會表這些態，他不會執在一邊，總言之你犯法我拉夠你，就講完。第一，政府我你鬧我哋嗰邊嗰啲，我唔撚得。我哋嗰邊鬧你嗰啲咧，我就唔撚你。嗱，其實你講真啦，你一個死亡之吻所謂，其實好簡單。佢呢件事咧，慢慢慢慢擺蛋噶啦。其實你香港咁多嘢發生，佢理得你，即係江文蔚，你中唔中意我咁多背書啊？係啊，我就要出嚟拆存在感。佢拆存在感扮勁，睇到我出嚟繼續做反駁隊，喂，點知會唔會再睇中我嗰時更上一層樓做特首？嗱，呢個係佢咁諗啦。但係我覺得咧，如果佢咁樣諗咧，佢都幾低咯，真係小人同腦殘咯。你嗰真係戇鳩啊！人哋玩呢啲政治，屌你老母玩撚咗，一出世就玩㗎啦喺上面。喂，文匯大官有冇鋪天蓋地？梗係冇啦！屌啊！同埋仲有，幫下江文蔚啊！我淨係想講翻，就我哋香港人同大陸人，點解後來嗰個矛盾，譬如話咩踢劫啊嗰啲咁？喂，其實嗱，嗰陣時左家又話媽又話物，你要明白踢劫啊，或者走去。廣東道屌柒嗰啲遊客嘅人 ，OK， 即係你唔理你同唔同意啊 ，OK， 佢個心態點樣會嚟到先？就係、是、老實講，遊客當然未必有罪咧，佢可能會招職，係問題你個政府真係執埋一邊啊嘛！我講萬千次，喂，點解我攞大提琴，其實都唔係幾壓到人啦？喂，屌你，咪即刻啲黃衫友出嚟停鳩你！有啲人拉撚住成板屌你老母，一極多冇撚嘢喎。係嘛？好啦，或者等於 DNG 啊，一樣啫嘛。遊客無任歡人，乜一撚樣嗰啲喺出邊影張相唔得。嗱 ，DNG 當日其實係佢自己攞嚟賤嘅，係 DNG 攞嚟賤嘅。如果唔係嘅，咁冇辦法啦。人哋俾排隊俾錢，咁嚟使錢，咁又係有大細超。屌你老母，都心中有數啦。譬如你入到去，屌你啲 sales， 哇！一見到啲大陸人，屌你話你下啊咁樣，哇！我戇鳩鳩入到去，屌你老母閪，朱莉巴洛、朱莉阿羅伯斯咁撚樣。喂，我哋都明喎，但係唔係喎，係影張相都俾人兇喎，俾個黃色 Q， 咁就執屌你老母就嚟了㗎啦！你做政府嘅其實就要平息呢啲嘢啊嘛，你就去火上加油。喂，嗰陣時你諗下，而家你講翻嗰個年代，日日。嗰啲咁嘅水貨客阻住條上水，嗰條乜乜秦府街啊，乜嘢街乜嘢街，那個地鐵站冇人理㗎。哦，你屌你天光去，屌你五點幾六點鐘，朝頭早冇人嘅，擺屌你老母咁撚樣擺塊布喺度拉撚咗你。喂，你呢啲嘢就反而係令到咧個社會更加分裂。我想問，究竟係冇權冇勢嘅人係製造社會分裂，定係你哋啲有權有勢嘅官？你又喺度話人哋，哇！你哋屌你老母呢班咁嘅腦殘。喺度製造社會分裂，唔想香港好，
喂，我真係想問，究竟我唔理我諗啦，我公道啲講啦，我諗住得喺度嘅人，把口有陣時雖然臭啫嚇，又或者做官嘅，我諗冇人唔想香港好啩，照計啊。咁但係你實際上係做咗啲乜嘢？實際上你好似今次就要走出嚟講呢件事都過啦啊！屌你老母，係會令到件事即係更加好，即係個社會更加好定更加閪咧？即係你班友成話啲人唔想香港，如果唔想香港好啊，唔會冒住咁多嘅風險，甚至俾人拉19年出嚟上街啦。唉，老實講啊，你問心嗰啲人係想香港好定唔好？我啱啱啊，正，我都好感動嘅。雖然南大後發展我唔知，你對比啲嘢。孟加拉嗰個諾貝爾得獎者叫咩名話？尤文斯之類咁樣啦。OK， 佢翻到去呢個係光榮嘅人。佢一落到機場見到啲學生咧就喊啦。佢話點解一見到啲學生就諗起有好多學生嗱，一死最少估計死四百幾人。咁當然啦，這個學生運動咧，陣先講啦，即係個勝負關鍵。咁但係啊，佢就話死咗人係啊 ，to be remember 嘅，會記得嘅，我哋唔能夠忘記嘅。今次係第二次革命。OK， 成王敗寇啦，講乜嘢啊？成王敗寇啦，但係對嗰個地方嗰個愛啊，有咩分別啊？嗱，我唔會認為藍絲唔愛香港嘅，我好公道。OK， 我甚至乎因為佢哋都計想穩定啊，想咩啦？但係屌你老母肯講句公道説話嗰個咧？稍為公道說話嗰、那個就叫做最大的曱甴，曱甴王，係嘛？即係屌你老味，咁你真係冇乜好講噶啦！你去到呢啲環境做咩好講啫？嚇咪等咯。好啦，你睇今朝李家超做乜撚嘢？我嚇撚到我，親自喺政府啊主持研習會啊，成班高官啊，研習會研習咩啊？大家搞清楚，係研究習。嘅會，OK， 研習會內容我唔講啦。佢話要進一步去闡述二十屆三中全會嘅重要性決定同埋重要內容。老老實實講，或者你哋即係政治領悟力高啦，我又唔係好覺得你李家超嗰、那個領悟啊，係大到可以親自要去向住啲屌你咩二十，即係向住呢班高官員啊。去閃縮，即係呢個二十大嘅三中全會嘅精神同埋內容喎，我又真係唔覺得你喎。佢話嗰啲唔好講啦。佢話香港咧必須要把握國家進一步去深化改革 ，OK，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所帶嚟嘅機遇，同埋決定有關中央深化改革嘅系統部署重點等等。屌你老尾，你咁撚高強，好在我唔係做政府高，我一定我聽唔明咯嚇。同埋最緊要就係、是。他說之後呢他開完這個會還出 post 他說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為己任即是香港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啲你說這些空話這些說話語究竟改革啲乜嘢呢你要具體啲啦究竟你要改革啲乜嘢呢最少改革咗呢班高官先啦喂你要改革啲乜嘢呢究竟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定係點樣？你改革啲乜嘢啊？改革咗你自己先啊！屌你老母閪！做嘢做咁，唉，真係鹹！喺會上分發呢個紅皮書，概括交代三中全會決定嘅重點等等等等。唉，呢啲我唔講。每一樣嘢咧，都係令到你感嘆嘅。好啦，咁啊，外交部亦都出咗啦，嚇、啊、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嘅所作所為同埋真面目嘅報告。嗱、啊，點解會出呢、這個？啊！報告咧，咁當然啦，又係有背景噶啦，因為美國係會出呢個人權報告啊嘛，咁我係要出翻你呢個即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所作所為嘅真報告咧，就話呢個美國民主基金會咧係美國政府嘅白手套，因為佢唔係隸屬美國政府啊嘛，所以咪係美國政府嘅白手套咯。長期打住促進民主嘅幌子，顛覆他國嘅政權，干涉別國嘅內政，煽動分裂對抗，蠱惑干擾輿論等等。嗱。一大篇嘢大家自己睇，你有冇睇到佢有冇一個具體嘅事實？佢點樣干預個外國？點樣煽動啊？喂，起碼你要立例，你唔係講完就算。你話喂，佢幾時、邊年、邊月、邊日
屌你派過邊個，俾過幾多錢俾邊個邊個，於是乎嗰條友做過乜嘢，做乜你要講出嚟先得，大佬。咩啫嘛？國安展覽話好多間諜，但一單案例佢都冇。屌你！喂，你咁樣講嘅真係唔知點算喎。仲有，如果美國真係咁樣冚家產咧？喂，我覺得真的要真係要同佢斷交喎、啊！喂，佢成日講個咩美國嘅領事啊，又出嚟唔知做乜做乜。咁如果原來係咁危險，係佢啲基地嚟嘅，喂，梗係要斷交啦，啲趕佢走添啦。點解唔關閉咗個即係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咧？喂，直情要啊！喂，仲有啊！即係你話成日干涉別國內政喎、啊，即係問心嗰句啊！而家呢個世界喺呢個世界上，你話我哋淨係講我哋偉大祖國干預人哋咧，咁啊唔公道嘅，一定有啦！我可以夠膽講。你好似而家咁喺美國喺英國，你估有冇啲尤其是而家互聯網啊，有冇啲唔知咩 account 走去講埋啲無謂嘢去煽動啊定點樣咧？我真係唔知道，實有噶。人哋啲報告捉都捉咗唔少啊。咪係咯，但係你又捉唔到人哋喎、啊。係咯。係啦，嗰度大鑊喎。OK。唔係，我叻啊，我即係做得甩咯。嗰場俾你哋，即係老實講。好似我其實就好就噶啦，就咩咧？我有幾多證據講幾多説話啦？你好似嗰個潘乜鬼嘢游水嗰、那個潘展樂，潘展樂嗰日我都話你捉唔到，即係冇人哋其他啦。因為如果係食藥咧，嗱我係咁諗噶嘛，佢係食藥可以避得過嗰個檢測噶啦，咁其他人一齊食嗰隻藥咪避過曬咯。咁點解會成績咁差咧？咁但係老實講啊，其實以即係一百米自由式。嗰、那個進展，你嘅突然間喺一年之內破成了幾咧，其實好難令人相信。只能夠講佢係天才啦，我即係有幾多證據講幾多話啦。即係等於而家有條友屌你老尾，一百米走屌你八秒七八，咁你哋話覺得係咪好神奇啊？咁、都可以係天才嘅，咁冇話嘅嚇。好啦，嗱呢、這個立德學院首屆畢業，立德學院係咩？賽馬會喺慈善信託基金撥款四千幾萬。就比嗱就唔係淨係國安法或者煽動罪嗰啲囚犯嘅，有啲啊運毒啊啲囚犯，就比啲所謂年輕囚犯喺入邊咧繼續去進修。咁啊，譬如佢哋只完成咗呢個叫立德學院啊嘅課程咧，就相當於中學文憑試五科二級嘅程度。二級係咪真係醫啊咁樣嗰啲啦？我諗唔知啊啊！好啦，我其實到而家都唔明。好好地個會考康康師醫咪搞撚掂 ，OK 唔緊要，我哋當家作主 ，OK 點都要改一改嘅，好啦。咁而家唔改甲乙丙丁某幾更新？唔係啊，就算你改咗叫 DSE 都好啦，係，咁都可以 A B C D E 啊嘛，甲乙丙丁某啊，喂你又話咩星二星星三星咁啊，好撚麻煩啊，我覺得A 都有幾個嘅，咩 A 又有幾種嘅喎。A 咪 A 咯 ，B 咪 B 咯，屌你老母！嗱，呢個世界上好撚簡單嘅。今日咧，我一陣我會講，我又會講呢段新聞嘅。屌你老尾！我睇見有一個國家，有一個一陣我先，因為我一陣講啊，佢係1966年缺席嘅，離開英國。但係原來呢個國家係非洲啦，當然。原來呢個國家咧係所有缺席嘅國家入邊咧，保留嗰種法治啊、法律啊。資訊流通啊，人身自由最齊全的非洲國家。所以呢個國家咧，由1966年脱籍之後咧，由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一直到而家為都四五十年啦，就成為咗增長最快的國家。佢人均咧喺非洲嘅內陸喎，你諗下喎，內陸城市係好撚大鑊，非洲嘅內陸城市係大鑊之中嘅大鑊，咩蘇丹嗰啲咁嘅冚家產嚟嘅。佢係20,000-30,000美金人均。哇！好勁喎！啊！一陣我會講嘅，咁我喺度諗啦。喂，而家當你喺度睇，屌你老尾！嗱，我唔係話啱啊，即係好多國家咧做殖民地嗰陣時好地地嘅喎。咁二次大戰之後就有個脱籍啊嘛。咁而家搞撚到咁撚啦，大鑊啦！咁係咪不如翻翻殖民地仲好咧？因為嗰日聽嘅陶傑咁講，即係其實我之前我都喺度咁諗嘅。屌你老尾！我根本因為可能我哋身同感受啦嚇、啊。喂！屌你老尾！喂，人好簡單嘅咋，我就係要生活得即係舒適安樂啊！好啦，嗱呢一個立德學院 ，OK， 琴日咧有個畢業禮，好啦，最後咧個升旗手咧係邊個啊？我揾唐英傑出嚟，咁唐英傑大家知係邊個啦？咁唐英傑咧，佢話咧凡事入獄
造成很多難以彌補的遺憾，包括沒辦法參與我妹的畢業典禮和婚禮。他說長兄為父，但是我又無法送上祝福。去年呢亦都沒辦法見到隻他養的隻愛犬隻狗最後一面。咁啊，而唐英傑個妹咧都有出席頒獎禮喎，仲預錄短片添喎。啊，佢話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離咗婚，同阿哥一齊成長，互相分享，一個眼神就知道對方諗緊乜嘢噶啦。佢曾經嬲過阿哥點解拋低佢一個，佢入獄之後咧都冇辦法分擔家中嘅事情，但無論點樣都好，佢都會繼續支持阿哥嘅。所以咧，雖然佢冇辦法參加我嘅畢業典禮同埋婚禮，但我可以參加佢嘅畢業典禮咧，都感到開心。咁唐英傑咧喺台上憶述，就話開學嘅時候啊，即係立德學院啊，依一温佢哋，又期待又怕受到傷害，期待就可以考取基本嘅學歷 ，OK？ 但係咧，亦都好驚乜嘢？喂，你要驚真係讀唔入腦啦，畢竟包低書包咁多年啊嘛。佢好慶幸咧，可以同其他學員成為呢個死線戰士。死線戰士咧就唔係話過犯法，係即係話交功課個 deadline 之前啊，都能夠衝擊得到。佢話咧，當日受到社會太多偏激言論同埋錯誤嘅資訊荼毒，淨係睇到自己中意睇嗰面，相信暴力可以解決問題。佢而家鬧嗰啲鼓勵衝擊政府嘅人啊，而家仲喺外國享受偷回來嘅自由，形容係叫人衝。自己鬆，他發現原來是被人利用了，別人說什麼就做什麼，現在已經重新認識國家，認為國家發展較不少西方國家好，甚至乎對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判刑至今四年，他不斷思考，終於明白不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呼籲大家不要盲目相信假資訊，以身試法。屌，我都不知道哪裡是真哪裡是假，怎麼相信呢？鄧炳強局長就說，哇，他聽見唐英傑咁嘅講，同埋佢個心路歷程，佢覺得好感動。佢話當初誤信假消息同埋假新聞，被人誤導，悔不當初。哇！咁你就唔好判人九年啦。啊！佢話而家有機會認識國家同埋增加正向思維，期望佢他日可以喺社會上面做一個有用嘅人，貢獻國家同埋呢個香港。咁快啲放佢出嚟啦 ！OK， 好啦，咁啊嗱，老實講，真係冇嘢講嘅。在人屋檐下，大陸成日都要人拍呢啲片啊，在人屋檐下做啲嘢啦。或者唔係，就算佢真係咁樣諗咗，咁又點咧？都冇辦法㗎。係啊，啊，亦都唔應該即係大力批評佢咯。啊，咁但係大家，我覺得係咪幾年之後，你可能喺入邊反省下自己有啲戇鳩，咁我相信都會嘅。但係講到話身為中國人而自豪啊，等等啊，認識國家嘅強大咧，咁我就真係好撚奇怪。你喺出邊都翻唔到大陸，你點認識國家強大啫？因為佢哋成日話噶嘛，你翻到大陸你就知道國家強大噶啦，佢哋講噶嘛，啊！屌你真係，休息啦～